国内最美的七个摩天轮，赶快收藏起来，以后带着喜欢的人去。一、天津之眼摩天轮，世界上唯一一个跨河建的摩天轮，坐上去可以饱览整个天津的美景。二、澳门八字摩天轮，镶嵌在澳门新濠影汇的摩天轮，投资32亿，突出的就是一个好字。三、上海屋顶摩天轮，一个建在购物中心里的摩天轮，上海最浪漫的地标。四、南昌之星摩天轮，亚洲最大的摩天轮之一，转一圈需要半个小时。五、渤海之眼摩天轮，世界上最大的无轴式摩天轮，远看就像一枚戒指，真的超级梦幻，绝对是情侣们必打卡的地方。六、杭州滑道摩天轮，亚洲第一台滑道摩天轮，享受前所未有的体验。七、广州塔摩天轮，位于484米高的广州塔，塔顶是世界上最高的摩天轮，爱一个人就带他来看看触手可及的天空和繁星。关注我，带你游遍世界。